圣诞有啥活动吗？谢谢卡诺家的杰，那不有，那不直播间底下有吗？双排吗？女帝吗？Q 一下，不打了。我说停停。Q 一下。平 A， 平 A 接 Q 一下。你没有意义，你跟我打能行吗？哎，兵多 Q 一下。平 A， 平 A， 不行，不能打了啊！这得停停了的，吃个药来，再打要坏了啊，要坏了！谢谢桃子爹，谢谢桃子爹的飞机啊，谢谢谢谢！还有两分钟开奖啊！一过来扣一下，一走。马上他打我们就不好打了，他已经药都没了。 AQ 这武器还挺能偷的，偷 A 了我好几下。不过你马上啊，车你不补行兄弟啊，我们可以直接跟他耗，现在其实一上来抽一下，直接耗他血都可以。谁来了？那狼人随便来，那狼人这不搁里头呢。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现在是七分之一的中奖概率。往这走，你干哈呢？闪现翼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他连闪都没交把你杀了，你还带一个闪现，你闪呢？你咋不闪呢？你要干嘛呀？你俩要干嘛？我没明白什么意思。谢谢020的飞机，还有20秒开奖啊！抓紧时间了，20秒开奖了。谢谢吹出腿的2个飞机，9秒钟，现在是10个人啊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圣诞飞机。错过今天，再等一年，嗯，送到就是赚到。恭喜小笨孩不笨。哎呀，漏了一个绝，我没想到啊！这武器大师居然一次都没死，不可思议，兄弟，真是不可思议。
关键他有的刀他都不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是43刀，他是20刀，他有的刀他都不补。你别让我晕着你，我红怒抠。开塔 ，A 塔，吃药。死了，不好意思，一走，开大招点炎 ，W 住平 A， 平 A， 红怒 Q， 哦呦，快救，快救救救救救救！哎，这武器大师有闪现，我靠！上波我杀狼人的时候把闪现交了，没杀掉那狼人。我抠抠什么呀？我没有抠啊！我抠什么呀？哎呀，后一波兵线。我是六刀，我看看啊，他是39刀，还行，也就刀锋有个小人头，没有关系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刚才刀锋好像在亮牌是吧？我选鳄鱼这把你敢亮牌，我不知道你凭什么，小伙子。我不明白凭什么，我要选个别的英雄，再就算了。我整个鳄鱼，你还敢跟我亮牌儿？平 A， 平 A， 晕 ，A 抽，红怒晕。这武器大师怎么回事啊？一过来红怒 Q A E 平 A 再 A 一下给我烫死。哎，这武器大师的 E 技能跟我的 W 技能怎么一个 CD 呀？鳄鱼的 E 技能要不是鳄鱼的这个晕应该比武器大师的这个 E CD 时间要快一点的，一秒钟左右吧，我估计。怎么就是一样的 CD 呢？狼人可以杀呀，跳弹过来呼一下，平 A 红怒晕，点炎套上，先把他秒了。双 E 闪现，我这得闪了，这不走不行了，这得溜了，这得溜了。嗯。好。嗯。回家。刀锋挺猛啊，来双皮鞋，我们出门。中野连炮车都不如，也没有比炮车狠一点。打一架呀！啊！
打呀！你跑个屁！你大爷的！打一架呀！来 ，A 一上来红怒晕，咳血战斧一走走呗，吃药。嗯，可恶，可恶的狼人。差200块钱。一会儿咱整个小反甲就不怕了。现在一个打俩还是费点劲，关键吧，这俩人太肉了，你知道吗？狼人也肉，武器大师也肉。等我们咳血战斧小反甲出来以后，就可以打俩了呀。吃他一层塔皮。不行了，这波没有大了。对呀，哟，你是真能跑，我发现。嗯，再见，再见，好闪。我说不打了，而你却不停停，你不讲武德。他没有大了，我们可以，哎，先回家出咳血战斧吧。他打不过那不废话，他比我多个大招，还多我个装备，他能打过就出轨了。还有我们跟那个鳄鱼跟这武器打，不是硬打的，那硬打他肯定比较占优势。我们不用硬打，我们慢慢耗。刚才不是白打他一个闪现吗？扣一下，平 A 咳血战斧 ，A E 开大招，晕住点烟 ，A E 平 A 放扣，烫死。双 E Q A 咳血战斧，这吧你得看这个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。刀锋咋又没了呢？我也打不过那刀锋啊，他们的装备都不错。没闪，没闪，没闪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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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，闪现可受不了啊！别闪，看看红 buff 会不会没啊？瞅一眼，那这红我要了。找一波刀锋啊！这波刀锋要死。晕住，一过来 ，A 咳血战斧平 A 抠死，350可以。这炮车我得收，走过路过咱不能错过。
把它收完，上路兵给它收了，看看能不能把这塔给它拆了。现在我们是12级，你知道我这12级到底有多么的恐怖？你们可能不知道，不能理解，就是整场我们级是最高的。你刚才把刀锋杀了，不打了，刀锋搁在后边呢，不打了，溜了。这波赶紧跑，人有点多啊，回家出装备，速度。不行，不能回家出装备，这波兵给他收了。哎呦，收一下，我双 E 扣，我走位，开大招，这也不让动啊，这我操，哎呀，这都杀，先来个，哎呀，我还不能出布点海，烦死了，还不能出布点海，还得出水银海，下路还起来了，还得整个反甲。A 隔血战斧 ，AQ W 晕住套点盐，来往这走，来走呗。哎哎，别死了！几个人啊？小龙几条了？我的妈呀，3条了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，回家出反甲的。反甲好像出不出来呀、啊、哎，把多兰顿卖了吧。资源咱就别想着拿了，也拿不下来，能拿下来吗？哎呦，漂亮！金克斯给的大吗？银马脱节，自己往上冲啥呀？那能跟上？能白送吗？啊，狼人也白送了啊！可以，可以打来，一上来 W 和血战斧 ，AQ 开大招，先杀这个武器大师，保后排啊！好，刀锋往前走，别着急，晕住 A 红怒 Q 插个眼儿。哎，你还敢在这儿站着，我是真没想到。一过来再一过来 A W 和谐战斧 A 接 Q， 你知道我有多肉？耶哈哈哈哈哈哈，先把他一塔拆了，红 buff 没有一塔有用，而且他们家红肯定没有。那刀锋一开始在下路是拿着红出来的，他肯定是打完了。你有病吧你？你追个屁呀你！这么有精神病，回家了。
你有病，我给你治治。出个死亡之舞，死亡之舞配振奋，再整个黑切就行了，蟹手也行。先把中塔拔了。这个武器大师为什么在下路带我？别全往这儿走啊，大龙没了，别追啊。都往这走什么？哎，干嘛？哎我的天哪，兄弟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是真能送啊，我发现。没事，吸血鬼来了啊。哎，和谐战斧接口闪现。你要干嘛呀，大哥？真是白送啊，真是白给呀，硬白给呀，不想玩了。你不是不想玩了，你就是纯是傻逼，你不是不想玩了，你就是想给自己的傻逼找点借口。我也不拆穿你了，我给你点面子。对面没打下来吧？一般就这种的啊，上来没打好，突然之间就来一句“不想玩了”，其实就是自己傻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嘴犟。这才叫嘴硬。你不想玩了，你咋不挂机呢？你现在咋不挂机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刀锋死了，把死先吃了，攒点怒。开龙。走，对面有大龙 buff， 先杀武器大师，别急着上啊，走一走，回头杀刀锋。双段一走，溜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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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和谐战斧加 Q。走吧。哎呀，溜得慢了呀。还行，我们大龙 buff 拿，不是大龙 buff， 小龙拿下来了，还换了他们家一个。对面是大龙 buff， 来个蟹手振奋，其实也是一二三四四个人。也不知道在那看啥，你这刚才其实就可以上了，你知道吗？下当多少钱？600块钱，还好还好啊，还好还好，也就小破一手中路，还可以接受。对面拿我来大龙 buff， 我们15级，你知道我有多么的恐怖？就是他们家的卡莎呀，打人太疼了。
这卡莎要是换个卢仙啥的还行，太痛了，打我进去我扛不了几秒就死了。小带他一波，再带容易死，算了，不带了，溜了。金克斯虽然说是装备不太好，但是还是得保一手，这是我们家唯一仅存的虚区啊。这吸血鬼整半天，整个一身破肉装的，一点伤害没有啊！这是我们家仅存的一点点虚区了。你别提他了，他不敢上，没事。你这个仅存的虚区能不能快点出门？对面少一个人，本来是不是好机会，现在不是一波好机会了，兵线带过来还行啊，打他一个蟹手，一个闪现可以接受，不着急上啊，先晕住武器大师，来把狼人杀了，先杀狼人，一 Q A E 平 A W 晕住和谐战斧 Q 一下平 A E A 晕住刀锋，来妈定住禁锢风筝，他漂亮，下路拆塔，我们先回家。先把兵线带了啊。找半天找的振奋没找着。我就。哎呀。我都没办法，真的，我都不想回家的本来。我都不想回家。但我们家吧，我就知道我回家这肯定有个傻逼，肯定要死。那金克斯可能也死了，没个打的。他们还都不回家，我一不看着就死人，一不看着就死，一不看着就死。小孩啊，怎么还老得管着呢？多大个人了都。本来我们家好好的推完下路，然后拿一条龙，走走走走走，你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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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用走，你走你走。龙魂了，你这上边打的多好，给对面打没了，全死了，就剩两个人，只要走一块别送，我们小龙必拿下，拿下这条小龙这把就翻，还掉线，你说你像个人了，你大龙你送的，小龙你送的，然后反过头来还他妈掉线，像个人了，真是带线儿吧。我都够给他面子的了，我都没拆穿他。救我一下，可能有人。嗯，狼人。这里头有人，别去啊，别去，我往里进，没事。
你们别往里进。你看那野马跑东路去带线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你带个什么玩意了。你不赶紧下来看看这龙能不能抢，你还搁这带线，这眼儿你敢猜？你们杀我可杀错人了，我告你们，你们杀我可杀错人了。 Q A 红动 W A E 越走队友的闪现，反复横跳，出个振奋吧。